自从妈妈的西瓜成熟了以后可以吃了以后，那最近可高兴了，也遇到那种大热天，就是去瓜地里面摆一颗西瓜，现在我又要和妈妈两个一起去摆一颗西瓜回来吃了。妈妈，你为啥子最近总是喜欢一出太阳就去瓜地里面摆瓜吃呢？我们去那个没成到功，今天那个走一种成功嘛，心情高兴，差不多掏点回来大家晒哈嘛。你是已经去年到掏了两三次了？哦，怎么看起？自己种出来的瓜，自己是很勤干。走，我们今天再去摘一下瓜，西瓜长大没有？阿妹，哎，我觉得在我们这里吃饭，隔两三天就去整一颗回来，怕是坚持不了好久啊。总归还是要吃几天嘛，我明年该准备多种点。明年该打算变换一下西瓜品种呢？变换哈嘛，你看有一种薄皮子，还有一个我没种过，没得经验，今年该买的该皮子厚，多厚的？就是。今天换一个，口口脆种的出来不啦？我们这儿，那它不是口口脆，买那过的那种还是凌云小瓜，凌云小瓜哦，我晓得凌云小瓜，还有冰糖瓜。嗯，要得。我觉得这种感觉好好呀、啊！一进来，首先30个西瓜就摆在这地上，我已经看到30个了，又来到这个西瓜地了，遍地是西瓜的感觉好好呀，感觉想吃哪个就随便来包哪个回家，然后我现在去找一颗，看哪个合适一点我就包回家去吃了。选到了这颗西瓜了，妈妈刚才说这颗西瓜排队通风通一下，然后就这里把这颗西瓜包回家去吃了。走，西瓜，走，这颗西瓜还是挺重的吧，感觉有5斤吧。不了，不要啊，起码6-7斤，嗯，不能要，嗯，哇，刚刚从这儿过，我还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呢，今年甚至长出来了，你们晓得有没有看到过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奶奶，送你们一个东西。哦，买个西瓜回来，我从买一口就摘一个，拿回家喽。啊，今天就摘了，切西瓜了，妈妈来切，没得妈妈会切，如何呀？这颗，哎，还可以。再买，你先尝一口。大饼的手续等待久了，手都洗好了。马上，我看到他洗手，就先递给你就来了。这个是这个甜不甜啊？这颗大白可以，这颗甜吗？甜。嗯，